三个超级简单的中文用法。第一个，扯。如果一件事情很夸张，而且没有道理，你可以说太扯了。他对吧？我每天都和美国总统吃饭，太扯了。对呀、啊，教えてあげます。对啊，是啊，没错啊。この三つの単語を非常同意に置き換えても OK なんです。他对吧？学中文很难，非常同意。但别担心，我教得很好。非常同意。你不觉得今天很适合去你家玩吗？非常同意，非常欢迎。对。もし皆様はようこそ、歓迎しますっていう気持ちを伝えたいときに、非常欢迎で使っていいですよ。我想去你家，非常欢迎。我想去你家附近的百货公司，非常欢迎。我想去你的国家旅游，非常欢迎。我想去你家，坐在你家的床上吃披萨，非常不欢迎。你很脏，非常同意。もっとたくさん学びたいならご連絡ください。キャンペーンも行っていますので。